各位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今天是2020年3月18日哈。啊，今天来主要讲一个话题哈，讲今天啊，看到一个民报哈，讲蔡依依啊，甲王美惠哈，一个嘉义县的，一个嘉义市，民进党的立委啊，啊，讲要提案啊，讲已经提出，讲要修会计法，涵盖这个国务机要会啊。啊，希望这会通过啦，等于讲啊，变国籍啊会，吼、哦，啊会除罪啦，啊这唔好骨双臂，国籍啊会就无罪啊，啊伊是咧个受这创啥，我唔知啦吼、哦。啊，第二讲哦，要搁甲这受赦免化啦，吼、哦，讲赦免化第三条就是讲特赦嘛吼，讲、哦、特赦讲哦，受罪行宣告啊，诸人经特赦者啊。哦免除其刑之执行嘛，吼、哦！阿、啊、公其情节特殊者，得以其罪行之宣告为无效，吼、哦！啊，伊讲这还佫修法啦，吼、哦！啊，修法讲啊，这个就是无讲无罪，也是讲哦，也袂定的呢，吼、哦！啊，袂使得赦呢啦，吼、哦！啊，我以前讲甲无爱讲啊，吼！我讲这代代法律系因是啊。是读甲读个读甲甲只片啊，还是超工诶？所以我讲，蔡依依2017年两年半前的9月7日，那么北社举办的这个这个记者会，就超工就讲针对国民进党的党代表大会，是9月27、28日者，哦。等于是70周年时啊，后壁来举办，啊等于71周年啦，后壁来党代表85%85%的党代表连输要得啥变啊？这个啊，讲希望会用赶到这个哦，开开会进程来提案啊，就对啦。提案讲要修这赦免法，让阿扁啊无罪，也是讲。无一定有罪，也袂定个，嘛会用得赦安尼啦。啊，我咧迄当阵我来讲啊，啊，即着脱裤子放屁，啊，即袂输要做串门个做小补啊。因为得赦是啊，就是总统个特权啊。啊，世界嘛无咧讲啥物，哦，你有罪无罪啥物，哦，即样得赦袂用得赦，无迄代志啦。我讲莫讲李登辉。阿扁啊，无讲哦，有罪无罪，才用得赦。而且因任内嘛得赦几个人啊。阿马英九任内虽然无得赦人，但是总是伊当初和阿扁啊保外就位时，伊就讲把外就是放了，就是放你自由啊啦。哦，虽然主要无完全放你自由。蔡英文阁不是咧甲刁难，这就足明显诶啦。所以，第一当初就是要替蔡英文当做小布公，啊，毋是蔡英文无咧得势啊，是因为社会没有共识，因为赦免法内底无明言规定讲无罪啊，不一定有罪啊，是无定诶咧，未使得势啊。啊，恁毋是咧做球，互蔡英文讲啊，我咧尿遁，司马昭之心啊，蔡依，你累了吗？做人个好面做甲遮明显啦，啊，台湾人真正拢戆人一大堆啊！我甲即个头啊念过来，即个赦免法第三条特赦的即个用语，就甲大家讲，就是讲哦，受罪行宣告就是有起诉，还是无起诉？啊，嘛起诉也是判刑的，吼、哦！这个人经过得赦，是啊，免除其刑之执行，就是免去用乖，嘛免搁判刑啊，吼、哦！啊，但是伊不要就讲其情节特殊者，得以其罪行之宣告为无效。罪行宣告就是啥？起诉也是判刑嘛，毋叫宣告，对吧？啊，无够讲哦！你检察官起诉无算宣告，你靠伊啊嘛，啊有这道理。啊，伊讲即情节特殊者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讲
如果这是冤案，这是证据不全，这是有社会很大的争议，啊，是讲有冤案，尤其有冤案的时阵啊，啊，咱嘛知影阿扁的案是世界大冤案，都、就是无证据，所有每一个案拢叫人做假证嘛，都、就是无证据嘛，所以阿扁的所有的案都、就是裸猪入罪的罪嘛。就莫须有的罪嘛，尤其啦，拢违反所有刑法、所有司法，以及一切的主义法则啦，违反刑事法定主义，违反法典法定主义，违反行政程序正义，违反国际的惯例，违反惯用判例。甚至拢做假证都写明显的，每一案哦，拢叫相关人做假证，安尼是证明世纪大冤案无？凊彩人都看有啦，台湾人你难道敢看无啊？难道你拢笨手吗？假嘛！又何况即个读台大法律系，啊无恁遮台大法律系咯，拢照白啊，拢加分的，啊，拢超工安排去做照白啊，安排去算命的。除了少数人像阿扁去互判刑、去互关以外，你来看谢长廷这面了白啊，苏贞昌毋是，江鹏程这毋是，周俊宏这毋是，邱泰山这毋是，陈水扁这嘛毋是啊，甚至我讲蔡宜，你敢是？恁老爸迄种人会生甲你，我著台法律系，我嘛真迟疑啊。啊，无你都无应当安尼退出门做小本，读个大学法律系。我无读法律，我小可去研究一寡基本宪法甲基本刑法尔。人讲诶，刑法是刑事法定主义啊，就讲有白纸黑字，你毋才互判刑，啊无凊彩后壁讲啊，你违反即、這个，啊、哦、我阁写一个白纸黑字，阁加添诶。像阿扁遐实质影响力都无即个法，啊！你着甲明明着上加是讲有职权法定说尔，你着甲实质法定，啊！话你要写实，才点么讲啊？到底是实质职权法定职权，还是讲实质影响力？啊！搁点么咧研究来研究，当到底安尼煞着？啊！叫阿扁已经关六年外，啊！靠啊！恁这法官是啊？啊！恁遮是拢上手呢，所以讲哦，你猜疑，你读个台大话，你死也毋知。我讲诶，刑事法定罪有白纸黑字，你才能定罪嘛。啊，即个《社民法》第三条特色条文，都几啊字甲短短，几差不多三段字尔，啊，无讲白纸黑字讲无罪，袂用得赦。啊，是讲无一定有罪，袂用得赦；啊，是讲罪也袂定谳，袂使得赦。到这字无啊，那是讲得以其罪行之宣告为有效，就是讲，假作冤案，情节特殊嘛，假作你乌袂判，判你共判讲哦，迄死刑啦，迄啥物罪啦，因为后摆也有可能，伊还阁挂即个名，挂即个臭名。啊，所以讲要予伊讲，即个你判的罪啊无效嘛，即就是要救济措施嘛，安尼尔嘛。所以一挂人遮笨手，我无客气，就包括郭正田啊，毋捌假捌啊，讲怎么即无写无罪，袂使得赦啊，靠妖！你毋是咧替串门咧圆谎？所以我讲哦，台湾人你爱捌啥物煞刑法，古早甲即阵设立刑法，就是要行其无刑啦。啥物行其无刑？就是讲希望大家改过措施啦，卖讲刑法毋是讲要共刣死，也是判死刑、判无期徒刑、判啥物有期徒刑，要共关、要共拘役、要共拍。要共处罚，毋是安尼啊，是希望讲
甲你喝足，你下摆莫阁犯罪，安尼尔嘛。啊，你古早讲啊，杀人者死，啊，迄就另当别论啊。所以讲，自古早嘛好，即摆你看以前杀人者死，即摆杀他人几乎拢无死刑嘛，甚至外国拢废除死刑啦。当然，咱即摆不一定讲废除死刑，但是问题讲哦，看伊的罪行轻重啊。啊，变啊，当有做甲什么犯奸作科无？啊，变有做甲对不起人的代志哦。啊，变有做过迫害人的代志无？啊，变有做过像前途犯安尼害死啊学生的代志无？去侵略人的代志无？有去迫害政治人物的代志哦？拢无啊！啊，做甲遐济好代志，啊，甲政治现金咧申报，迄当阵嘛无政治现金化，啊，都申报瑕疵尔，啊，你着个。超工要甲罗织入罪，我讲蔡依，你阁收啥物会计法，要涵盖国际奥会，你是创啥？国际奥会即马都判无罪啊！啊，你着超工要阁收会计法，涵盖国际奥会，啊，你毋是替蔡文收诶？啊，所以蔡文后摆凊彩后壁补拢收正现金，拢袂要紧诶。啊，你着替人收收。啊，变啊，国际奥会拢用着咱诶民运人士。用着咱的人权拼民主，严守外交。啊，我以前咧讲诶，严守机密外交，他用时报私下，我无讲过几啊届啊，就是马英九超工要甲即个严守秘密外交公布，我们知讲伊涉及国际奥会即部分，写予各国的元首，也是讲各国的遮友邦，大家拢出来等啊，因影响伊的政情的稳定啊，所以。会长到七个，你出门敢会唔知？你超工买特赦变啊嘛，超工买甲马英九治罪嘛。啊，你蔡依超工佫甲收即款会计法涵盖，即个国际奥运，啊，你毋是此地无银三百两，要甲阿变啊讲啊，你也有罪，所以我甲你收做甲以前的特别会同款，拢免除其罪，蔡依。你是咧学修理阿扁啊，还是咧为阿扁啊？迄个啊，当然王美惠拄好当选，伊也无遐济财物啦，伊也袂读法律的啦。伊家是讲会用救扁就好啊，因为伊较忠贞的阿扁们啦。我相信你毋是嘛？恁老爸蔡启芳当初2005年的九月，是安那对马英九咧起舞啊？要甲修这检察总长哦，由国会同意啊？你嘛知影讲进前阿扁也同。总统提名同意就好啊，啊，他着国会，因为国会是泛拿多数嘛。马英九做当初是伊用决定嘛，尾仔来成立这個特侦组，就是检察总长陈聪明才会用提名以外的人嘛，是马英九的人来甲阿扁啊治罪嘛。甚至2007年的二月成立特侦组，四月成军的这个特侦组专门的。咧判阿扁啊，咧电阿扁啊，嘛是蔡依林老爸蔡启芳迄当阵领衔提案的啊，所以我顶几啊年，我讲你蔡启芳你也共讲清楚啊，啊蔡启芳迄当阵伊戆戆唔知啊，啊到底是戆还是受人利用，诶才阁讲啊，对无？啊你蔡依阁挑工王即步数，别人唔知啦，那我也是足清楚的啦。因为你有法度，予蔡英文提名做中评会主委，你也别照相袂去啦。你看杨惠如踮遐咧变啥物，对无？你好自为之啦。啊，王美惠予你拖来行，啊，咱就无法度啊。咱来看王美惠尾啊，即表现安怎？伊可能拄入去尔，二月拄入去尔，咱嘛不准苛责啊。啊，你爱说明话。你两年半前，你就讲啊，我赶快一年内看能不能修完，靠呀，一年两年，要要三年拖过啊，修什么话？修碗糕啦！啊，你唔能拢咧，你做立委的人，啊，你唔能踮遐咧看戏尔，无啊无紧嘛，唔敢嘛，马英九若无叫你讲，你敢讲？所以当初2017年的九月七十，你为着要赶哩，这九月二七。阿扁啊，的案，哦，特赦案，要伫党代表大会前通过的时阵，超工变即出来。啊，伊当阵北车站遐，啊，遐要紧，
北社嘛咧替蔡英文咧演戏啦。我甲查起来，2001年成立的北社吴秋明，就是李登辉的人啊，吴三娘的囝啊。伊内底北社成员，我甲看个拢李登辉的人占大部分啊，尤其迄四个历史学者啊，陈宜生、戴宝春、李晓峰、谢化民，尤其李晓峰是副会长啊。答案不是出来了吗？北社就是接受李登辉挑工点名讲，安尼叫伊办记者会啦。所以李川信这无采，我甲你遮熟，你遮北社吼，会用看袂起，我讲台湾的历史用看袂起了。包括蔡英文啊，跳出来咧讲哦，啊，这个赦免法吼，啊，我们还是要从长计议，什么阿哥，啊，毋是咧替你的蔡英文的同学，点名咧，啊。跳到咧动啊变啊，就是啊！我讲哦，有两个人爱出面讲话啦，一个蔡仁贵，一个郭正田啦，一个先立公道名，结果讲要救变，甲阿扁们咧哭哭死，死到尾啊，愈死愈少。人要去帮忙，人要去做大，人要去组织起来，伊都袂瘾。我都了解甲无了解啊。结果就李登辉安排的人啊，对蔡文的人啊，啊郭正田咪同款。十年前我来甲伊熟识啊，迄当阵民族同盟要成立时啊，尾仔甲看起来，什么台湾首富周刊呐、啊，伊斗阵的遮个人啊，拢是李登辉的人呐、啊。台湾首富周刊的发行人，都是姚嘉文甲吴秋明的台湾国家联盟的总召集人啊，都是李登辉的人嘛，即当署长嘛。所以，咱叫伊成立碧莲会，讲竟然爱组织，竟然爱办活动，竟然说明会，予台湾人认捌讲阿扁案即个严重性，拆破蔡英文的真面目，一兵一国竟然组起来，毋只有一个小美本，甚至予台湾人民讲觉醒，结果拢咧拖啊，不但咧拖哦，惊哦，点仔就讲骂啦。踮啊，人想要做诶人哦，拢共共听人讲，啊，伫搭拖人来搭啦，啊，搭搭，互人离开，啊，无就愈坐愈来愈少啦，啊，甲要食饭尔。所以，这人一事后，你看，伊甲李登辉有结连诶代志，吼、哦，民族同盟嘛好，台湾首富周刊嘛好，啊，甲2012年九月，啊，变为树头。去北营的时，伊在遐好康，啊，遐关心啊，变去困的迄地地府啊，啊，事后即摆甲看起来，就是你顶讲叫伊去的啊，啊，毋是共款，即摆足侪代志拢浮现出来啊，要敌视阿扁啊，啊，就踮遐去讲五四三，我咧讲啊，刑事法定主义不但是安尼，佮有从轻从轻原则。因为历史在进步，在民主化，就是希望行其无形。行其无形的概念就是讲，希望予人悔过就好，尽量是哦判愈轻。啊，若有轻的，下摆修的一定是愈修愈轻嘛。啊，愈修除了讲哦，即摆一寡出现一寡较重大恶质的代志，有可能哦，即、這个犯罪刑事改变。啊，无一般吼、哦，平平即个案就希望讲啊，愈来愈民主哦，啊，都往处罚的多，啊，莫讲要加安尼加罚加安尼，互伊无法度一社会徛起，安尼利益嘛，所以毋只从轻从轻原则，啊，都无白纸黑字，都刑事法定主义啊，啊，都会用有罪都用得死啊，啊，较轻的无罪也无一定有罪，啊，嘛无讲有政治讲有罪。安尼讲袂使得啥，啊，搁要搁取捷法令，啊，这毋足奇怪。啊，煞咧不管取捷，搁蔡英文的人搁放一寡狗咧咬人，搁煞咧叫人讲袂使阿扁又无罪，啊，不是那个修理，什么只有社会共识，啊，台湾人拢起笑，台湾人拢戆啊，去用洗脑啊，无正义感嘛。阿扁当时对不起台湾人啊，阿扁当时做毋着代志啊。啊！你会用将心比心无？无一个工程，无一个建设是有弊端的，甚至拢省要几啊
千万几条的，安尼讲伊有贪污，台湾人都会晓算袂晓赌咧。啊，最主要我是要甲台湾人讲清楚，毋好国防骗啦，赦免华。好啦，即摆你讲啊，照兵照行啦，你紧会收啦。啊，你若阁以多代骗哦，啊，看太济啊啦，当代志，卖讲啦，五二空前若无提出去啊，我讲啦，共款阁拖啦，共款买啊阁四年后啦，啊，阁因个人当选啦，毋是你阁看嘛咧。所以啦，无跳破因个真迷茫哦，台湾人吼、哦，永远都不跳到黄河心不死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即句话是卖讲啦，啊，最主要是讲哦。希望台湾人啊，较知个吧嘞，较有逻辑观念嘞，唔好阁用洗脑，较有正义感个。为着阿扁啊个案，咱有正义感，咱个权力，咱个子孙，咱个后代，唔只有公平正义可言，唔只有法度一只袂去用做牛做马咧剥削，敢是安尼吗？多谢。